郎才女貌，哎，男的可以搂着一点吧，亲密一点啊！来，再来一张，哎，好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二位俊男美女来到本店给我们增光不少啊，非常感谢。二位，一个星期以后过来取照片啊。那么久啊？可我三天以后就要走了。老板。 加钱能不能快一点？这一个星期已经比别人快多了。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我给你寄到巴黎。请，请，二位慢走。 在丽都，我真的是无心的。你不知道当时方艳云确实碰到了很大的麻烦，为了方小姐的名誉，我一定要帮她解决。所以，程程，你相信我？相信。你说的话，我都相信。 那天我的态度也不好。你说巴黎的晚上？ 也会像今天晚上那么冷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我不会讲法语。我在那儿会认识新的朋友吗？你这么漂亮，又那么聪明善良，还那么可爱，一定会有很多人。 愿意跟你交朋友的，你会快乐吗？我希望你快乐。可是我一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什么都不懂。你说我快乐，我就会快乐的。你说我能认识新的朋友。 说实话，我不想走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必须要走，因为我现在很不开心。有时候我挺羡慕你和爸爸的，可惜你走得太早了。爸，能告诉我吗？
为什么我喜欢的人就不能像你和爸爸那样？不过现在想通了，与其得不到，那我就选择放弃。其实你知道的，我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东西的人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可能去法国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。我知道在法国有很多很好闻很好闻的香水，我从法国回来一定会给你带好多好多的。我明天就要去了，你会想我。好看吗？别闹！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